来，姐姐们久等了。看衣服也看得出来，这是我主持搭档。哇，可以可以，看得出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2023乘风的乘风2023的现场，然后我是主持人唐伯虎 Annie。但同时，这位也是我们成功复活的唐伯虎。恭喜成功复活的唐伯虎，恭喜！此时此刻，我们还有一个复活名额暂未揭晓。在揭晓这个悬念之前，我觉得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自己，辛苦各位姐姐了，今天每一个舞台都非常非常的棒。那在座的各位姐姐，就像刚刚在场上我们一直保留那个悬念，你们所获得的乘风值都还没有公布，另一位成功复活的将是乘风值排名第二的姐姐。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，这个名额将在第一名唐伯虎姐姐所替换下的汪小敏姐姐，以及挑战唐伯虎失败的无忧姐姐、李莎明子姐姐、陈冰姐姐、王佳玉姐姐和卡捷琳娜这六位姐姐当中诞生。所以究竟谁会拿到乘风2023的最后一张总决赛的入场券呢？刷吧。是最后一位压轴表演的卡捷琳娜姐姐，还是坐上过安全席位的汪小敏姐姐？那是说唱越来越厉害、舞台越来越专业的无忧和王佳瑜姐姐，还是勇敢地唱出了新声，像钻石般耀眼的李莎明子以及陈冰姐姐呢？都可以。那我们就请成功复活的唐伯虎姐姐来揭晓今天最终的悬念。坏人都让你当了啊！这个重担啊，交给大大，真是最难受的一刻。首先，我一定要补一句话，就是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人生第一次拥有一个任何一个比赛的第一名。但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属于我们大家的，然后也是属于所有的你们一切的鼓励，然后当然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应该是许星云 Angela， 因为他我才可以坚持这么久，然后才有了义工那些经历。好，现在公布成功复活的最后一位姐姐，这位姐姐获得了407个乘风纸，乘风2023复我再来一遍啊，对不起，再来一下，加油，别紧张。乘风2023复活赛排名第二名，他就是你来念这个名字吧。这样，我说三二一，我们一起喊他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，三二一，汪小敏姐姐，恭喜！恭喜你获得最后一张总决赛入场券。别哭！我不哭，完蛋了，我不哭。王小敏 I can tell you 王小敏 OK 王小敏 Yeah 黄小敏王小敏 OK 王小敏 Yes 王小敏我们表达祝贺的同时，听一听小敏姐姐此刻心情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？我属实是没有想到。我先跟各位姐姐说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因为其实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，都不一定是为了要复活才来准备这个舞台。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想证明自己，去让观众看到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一面。所以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大家都很棒。
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给我投的这个成峰值，我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，我会加油的，加油！我会带着大家的理想，我们一起走下去。我们只是代表大家而已，是，就其实大家都很努力，然后每一个人。卡捷丽娜她说得很对，其实每一位姐姐都很特别，没有什么可比性，每一个人都值得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所以我们就我们努力努力，不要让大家失望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复活赛的成绩总排名。辛苦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掌声都要送给你们，谢谢你们为这个舞台所做的准备，所做的付出。虽然在这个舞台上的乘风之旅暂时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可是请相信风不会停，风会陪伴着你们走向人生每一个舞台，也请你们带着这个夏天赋予你们的友情和感情，继续走向每一个人生更璀璨的舞台，祝福每一位姐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请各位简单道别之后，我们就要从那个通道离开了。可以抱抱吗？抱抱，赶紧去抱抱，去抱抱。加油啊！成团你也加油啊！这也是他带着我的梦想去成团的，就所以还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，因为当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复活赛什么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带着他的精神走下去。然后现在呢，他带着我的精神去成团也，所以我就觉得OK， 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。这一次复活赛呢，我就让我尝试了说唱，发表了我自己很想要说的故事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觉得让我能看到汪小明晋级，比我自己还开心。加油加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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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乘风破浪吧！很感谢乘风2023能给我这样的舞台。一直在拍戏的话，我永远不会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，让我觉得30+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年纪。碰到这个我们乘风之后呢，特别很兴奋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东西很新鲜，特别享受的过程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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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希望唐伯虎和汪小敏他们两个复活成功了，就要好好努力，成团夜的时候一举当黑马。冲到前面去，乘风2023，邱志宪一辈子对你好的，辛苦了。好，下个舞台见，李莎明子杀青，收工。你怀念从前日子，你还是少年，跟见证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喝到气氛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